判也好，那个那个放缓也好，你还是要以实力为后盾。北韩有一颗，美国有4000多颗，而且每一颗核弹的威力是北韩这一颗的至少是几十倍到上千倍，这种那个规模。所以整个讲起来，啊，假使北韩真的要去惹美国的话，我相信惹不起。金小胖他也可以在大气层试爆一次，没关系。他试爆成功了，他就这个威望又提升了；不成功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成不成。你要他大气层试爆的话，啊，最怕就是他要返回，要返回那个地面的那个啊。那个温度是很高，它的防热技术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。最怕就是返回地球的时候啊，把它烧掉，就是毁掉。那谁在它下面，谁倒霉。我们台湾在这里，台湾最近的地方大概2000公里，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了。我们是不是也要效法一下大陆的吉林省？我们国内也做一个软演习。敬请锁定《新台湾加油》。